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 wing 啊。在我的宫殿当中，头脑开始发懵，我的超能。OK， 今天。现在我刚刚就冲好凉，然后呢，我就在冲凉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一个 idea， 然后今天这个 idea 就是要拿来 prank 小明啊。刚才呢，我就洗头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哎，最近很像一直在烦着要不要买这那个 AirPod 无线的耳机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想，一直都买不下手，因为太贵了，就是那个价钱要699块。然后呢，我就想着 ，OK，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support 到。就是买一个 AirPod 给他，就是这样久没有送他礼物，就可以送上一个 AirPod 这样子啦。对我来讲是算 OK 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想着要送他也是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给我做一点东西先，要不然我这个 video 会很闷很显，没有人看。哎，他要买那个无线的，这样他现在在用着那个有线的，就应该是没有用了嘛。所以我应该可以用剪刀剪断的。我这个 content 的整个内容呢，就很像我打了你一巴掌，然后我再给你一粒糖果吃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就会托买阿元还有 Benny， 我们一起到那个商场那边，我们去买了那个耳机了，拿回来，我们再找一个机会。拿到小明的有线的耳机，然后我要当场把它剪掉，剪了过后我再送上这个。AirPod 哈，其实我讲真的，我很少看到他用耳机啦，但是最近是有一直在烦恼着要买那个耳机这样子，然后我是觉得不错，这个是可以拍成一个二整影片，然后来跟你们分享。我就会买到回来，然后这时候我就要开始找看他的耳机在哪里。OK， 找到了那个耳机了，我要当场剪掉他了。给他在那边发牢骚一阵子了，我再叫他出去，我再送给他那个我买给他的那个 AirPods。 OK， 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期待一下小明的反应啦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 OK，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machine 这一边，所以我要的东西就是这一个。几多嘞？哇，700万啊 ！Yes， 呢个有咩唔同啊 ？OK， 这两个咧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是 wireless 的 AirPods，OK，、okay? 然后这个咧是 for normal charge 不了，就是用那种 normal 的 iPhone 的 cable 来 charge 不了。这个的话咧就是879块，这个是可以 support 到这样子的充电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要买的东西就是这个700块了 ，OK？ Excuse me， 呀、yeah. ，小明。我即将要送你这个，然后你的耳机也即将要给我剪断了。哇哇，就是这粒原子弹的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很精致耶，这粒要700多块耶，真的很美耶，真的是很美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宝贝带回家，就要开始我们的二整。现在我们要去找我的嘎唱先。有这个东西就搞定了，它这。然后呢，我刚才就看了小明他现在在他的房间里面剪接影片 ，OK， 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找一下他的耳机在哪里，然后偷走他的耳机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剪掉他。哟，怎么锁？两个字，就对了，像这样子对的。直接
变个魔术给你看。我要给我的道具。喂！哪里？笑你！笑你！给我！我要剪断你的耳机！拿来给我。我要剪断你的耳机。我你看。Feel me, love skirt。怎样？什么感想？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哇！送你变 A 爆了，然后送你 A 爆，来来来，给你给你。你看他帮你进化变 A 爆了。嗯，你看几帅。我们再帮他把旧款的耳机变新款的 A 爆。你看，等下我帮你剪没人。笑你。哎呦，才那几块钱买多一个啦，是不是？才那几块钱嘛，买多一个嘛，买给我、啊。哎呦，做朋友就是要这样买呀，啊，做朋友就要这样。想不买多一个，反正几块钱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几美这 AirPod。做朋友几块钱，你都在那里，我钱，快点。香米。你要试戴看嘛，我试戴一个，你试戴一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装逼了。原来戴 Apple 是这种感觉。哇，那这个有线的送回给你。啊？没有。什么东西？小兵 Apple 这样好戴。啊，它里面长这样哦。啊？哪来呀？我干你！来来来，小兵跟我来。来来来，出来，我送你一个东西，快点，真的，来。最好是送给我，送给我签。做这层，现在先做一个仪式先。OK， 仪式啊，祝好来意。OK， 坐好了啊，关眼睛啊，不要开啊。OK， 现在倒数105秒，然后再开眼睛。来，一二三。开眼睛。这个啦，别气。送给你的。小屁呀。我跟你讲，那里面是什么的，知道吗？你们是假的，你信不信？通常都是你开来看先。哇，很好笑。开一下，通常都是骗。喂喂喂，这真的哦。什么鬼哦？喂，什么鬼这？多黑黑这样啊？你买二手了？什么鬼二手？多黑黑这样啊？这我的哎、欸、喂，没有，等一下先。你拿 cam 什么？你拿 cam 什么？今天，我就奇怪你拿着 cam 什么？这个是我的哎、欸、喂！我不懂，我不懂这么炫耀。你不要玩喽，你拿出来喽。我真的买哦，这个新的这个。那 VC 在这边 ，VC 可以造假的，你有看别人的影片吗？可以造假的。AirPod 嘞，没有，你这个耳机弄坏了吗？便宜了吗？你拿到就算拿到二手的，这个也是很值得。你重点是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我的，没有，你们现在弄到我很乱，现在。赚鸟啊！赚鸟啊！等一下我赚到了。
拿出来，不要玩。没有，我给 Benny 啊。我什么都不懂。我真的有买。呀，这个是我的。你觉得你够我强吗？不够，不是我第二吗？拿来，这个我的啦，这个我。你起，拿出来啦。OK OK， 你现在很乱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很乱了。拿，来你讲。首先呢，新的 Apple 在那边。然后？然后？拿来。我看里面有没有。要看里面，要看里面。哦，新的，真的新的。没有没有，他是真的买给你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对他这样好，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吗？哎，你们来讲看。你刚才剪那条耳机是你的。你刚才剪到很开心的那条耳机是你的。哎，你刚刚这样子抓的时候啊，那条耳机啊，这样子剪的啊，这样子的时候啊，你记得吗？没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再重新一次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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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熟啊！等一下先。你的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先，等一下先。有玻璃杯在那边。你刚才在姐姐买的时候，我就跟 Benny 打电话给小明，然后跟他讲你这个 plan， 所以你找我跟 Benny 合作是错的选择。所以你现在拥有两个 AirPod， 一个是新的，还有旧的。这是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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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是很疼你。OK OK， 过来先，过来先，过来先，你过来先，讲真的。你站对面跟我讲。我不要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你过来先，你过来先。我这样久没有找你拍片哦，现在一找你就给我这个死哦。没有，其实没你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还是有点乱现在。所以这条东西是我的，因为刚才我们在那边买 earbud 的时候，Ivan 就通风报信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调包了我的有线耳机，然后就让我误以为是他的耳机。然后我回来要进行我的计划的时候，我就亲手把自己的耳机剪断掉。没有没有，是亲手很开心的把它剪掉。然后我又再花钱买了一个700块的一个 earbud，送给小明。这东西我可以给你，像这个东西我就拿回了。我的超能力提醒我，有些事情要发生，可我还有工作要开会。